谁偷懒谁不跑步。小宝宝学继续，二走跟上，来高抬腿跑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感谢家人们关注，大家左上角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好，来中间，上把吧。来，所有人上把啦，左腿左前。欢迎大家，现在直播的是哈哈班，进来的家人们左上角点点关注。来，安静啦，准备啊，左前五六七八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二十二，靠住。不动，用你的下巴去找小背屈，来，再来一次啊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二十二，靠住。咬筷子，训练一下他们的表情。天天不打筷子，来，再来一次啊！准备，左前腿啊，五。
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。李逵没有，只是光线问题。他本身很白的，长得很白，好瘦呀，对他们都好瘦。好，起。点点屏幕，分享一下直播间。Yeah.
没在呢，你回在下面，他们坐一起前去。
下直播间。现在直播的是哈哈吧。敲鼓踢腿的话，我等会儿给大家都看看，给所有人都看一下。来，两拍一次的啊，准备。收紧了上半身，叉腰啊。五、六、七。是有事儿。
家体谅一下，就是等会儿不需要敲鼓的话，我给大家看一看，走一圈，各走走。关注，大家帮忙点点屏幕，点点赞，快上呀！怎么啦？9点半下课，家人们帮忙点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你筷子呢，陆小姐？咬上。
吧，只是凑巧是陕西的，各个地方都有。他们压嘛，他们现在自己再耗一耗。软开课的时候会帮他们压，晚功呢主要是活动一下身体，练一练就行。把黄旗归你。撕腿主要是，现在前期还不需要帮他们撕。还有这些都是软开课的内容，现在晚工也不需要再给他们，让他们那么难受。
压脚背。
定坚持一下啊。那是谁？丹阳？咋啦？帮忙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筷子呢？你们筷子呢？怎么后腿都不夹了？筷子是我，练他们的表情，为了让他们形成肌肉记忆，以后多笑一笑。就是他们平时跳舞老不会笑，叼着筷子让他们训练一下。
耗腿的时候再用，现在用不到。欢迎新进来的家人们，大家点点赞，双击屏幕点点赞，这是我们的哈哈班，大家喜欢他们给他们点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吧。帮忙点点赞，点点小心心，分享一下直播间。
在呢。感谢关注，家人们点点赞，帮忙分享一下直播间。来，再来一组啊，准备。五，来，脚放下，脚后跟放下来，五六七八立起来啊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对你们离单的三。4 2 3 4 5 6 7 8，上去，动，腿夹住了没有？屁股夹紧了。好，上。之前咱们不是有过躺地的那个压脚杯吗？躺地。哦，知道吧？知道咋做吗？家人们帮忙点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。来，躺地。走，小贝立起来。你们有脚受伤的就一个脚啊。对，脚并住，脚后跟并起来。再并，实力点，并不住吗？这是。我看看你们。
你们自己一人找一面墙，脸朝我这边来，可以脸朝我这边来。帮忙点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。家人们帮忙点点赞，感谢关注，大家帮忙分享一下直播间，不要睡着了啊。耗的是一首歌的时间，耗一首歌的时间，挺快的，三分钟吧。三分钟，我们晚工主要是还是以练为基础。Thank you.
你有事情咨询的话，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问我就行。点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。敲鼓一边给大家转一转，稍等一下啊！直播间前人说你睡着了，让他趴很差，疼一疼他，大家帮忙监督一下，看他们谁在那睡觉。出来趴好，腿伸直，对呀，上半身趴下去。两拍的啊，五、六、七。
五届的艺考生。Thank you.
态状态，困了，来，两人一组，快进板高，先左腿在前啊，压右胯根。现在直播的是哈哈班，家人们帮忙点点赞，屏幕点点赞。梳理脚有点疼，来，左腿在前，准备，快点上去。或者上一下我的课吧，来，再来一次，起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二十。靠住，对，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上课风格不一样。来，起，前面的腿往前伸。表情让他们形成一个肌肉记忆，以后跳舞的时候表情能更丰富一点。感谢关注，家人们帮忙点点赞。来，快，腿伸直了没有？前面小背绷起来，手上手，上手啦。的艺考生，大家帮忙点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。来，准备，手上去啦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二十二，好准。等一下，给你们转一转，看一下别的学生。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在哪？哦，海绵宝宝在那边。稍等一下啊。对，就我是我们班的风格，我们哈哈班就是摇筷子。每个老师对他们要求不一样。来，起，再来一次啊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二十。好的，天玉妈妈和你说让你加油，不要偷懒啊。天玉平时表现挺好的。
下石林甲，石林甲在这边。石林甲，石林甲也很棒，平时上课也很认真，没有偷懒过。来，起，把前面的腿伸直。晚上不给他们练也要，你不要一直刷屏了。来，前面腿绷起来。今天是临时，老师有事，不辛苦不辛苦，应该的。大家帮忙点点赞。对，好，前面脚绷起来，一看他们都上去了。Thank you.
大家帮忙点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。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跳住！来呀，上去！来，再来一组。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一、在这儿刷屏啦、啊。Thank you.
招生来参加艺考的。来，出来，出来到把杆外面稍微走一步啊。5, 6, 7, 8, 1, 2, 3, 4, 5,
的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帮忙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每天早上8:30还有晚上7:30我们会直播。今天播的是哈哈版，下面现在这个吗？这个叫文静，是文静。感谢关注，点点关注不迷路。明天还是早上8:30会直播。挺努力的，大家帮忙点点赞啊！我们准备下播了，今天晚上7:30，每天的早上和晚上都会直播，大家帮忙点点赞，点点左上角关注。